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前两天呢，王小贱看了我这个合成大西瓜的攻略啊，他是怎么都玩不过我呀。今天啊，他给我来了一个电脑上能玩的合成大西瓜，说只要我能合成出一个大西瓜，然后并且把这条视频发出去，就给我200；如果两个西瓜，就给我400。笑话！哎，你们说我是那种能被钱就随随便便收买的人吗？啊？我去，王小贱把我照片放在上面干什么呀？啊，还他妈全是我的丑照啊！不做了，不做了。姐，一个西瓜200啊！你要是不做，我就把这个传到网上去，让你的粉丝全来玩。好你个王小贱啊！你给我等着，我倒是要看看今天你有多少我的黑照啊！一个西瓜200，你给我记住了啊！这也不知道哪张是什么水果呀？啊，这三张我都看过了，有没有新的？我去，我都忘记这是在做什么挑战了。行，王小贱，你给我等着。今天有没有小伙伴帮我找一下回忆啊？每张图片到底是出自哪个视频的呀？打在弹幕里或者评论区中啊，我重重有赏。回头呢，我也做一个其他版本啊。这是第几张新图啦？让我赶紧加快速度啊，看看大西瓜是什么样子。虽然不知道哪个是柠檬，哪个是桃子啊，但是我相信凭借圆圈的大小还是可以判断出来的。来了，这个应该可以和。200，我现在有一点感觉了啊，这个大眼青蛙一样的应该是菠萝或者椰子，没错，菠萝啊。上期我还以为那是杨桃呢，哪里有杨桃是圆的呢？你们说是吧？别说，我弟还是有点才华的，嗯，像我，毕竟能拿到我这么多的黑照啊，一定是有人背后暗中传递消息，可别被我给逮住了啊！看样子嘛，现在距离大西瓜还有2到3张，对吧？加速，加速。都是这个样子的吗？啊，这不能吧？还不都是因为要给你们做挑战视频，你们今天不给我点个赞，是不是不合适了啊？呵，这个头发飞起来的我感觉有点像椰子，柠檬应该是红唇的这张，那嘴撅起来的这个就应该是猕猴桃了。你们认清楚了吗？来来来，继续努力。哎，你还别说啊，玩着玩着还真有点上头，忍不住想看看下一个合成出来的丑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哎，还有点小期待呢。来了。确实我还能熬啊，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学习我啊，这个表情包是半个西瓜了吧，马上就能支付宝到账200元了，你们信不信？弟弟是要打的，钱也是要拿的。完了完了，不过今天连一个西瓜都合成不了了吧？一定是因为我根本看不清什么是哪种水果。哎，我的攻略是没有问题的啊，大家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感觉我现在是有点乱放啊，有没有？别死啊，救救你了。行吧，今天就录到这里为证吧。关于我的黑照呢，大家也应该都看够了，对吧？我今天真的不希望在弹幕里全看到的是什么哈哈哈啊，别来啊，少来。